光，宋城艺术团将为您献上一台精彩纷呈、气势恢宏的大型歌舞《宋城千古情》。会话跟刚才那个差不多，你看没有，还没有刚才那个歌看的好，知道吧？他这是讲个故事。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年轮，岁月日复一日在年轮中堆积，于是城市拥有了自己的性情与品格，并且历久弥新。让我们轻轻地走进历史深处，倾听那熟悉的回音。杭州自古以来就是一片十分适合人类栖息繁衍的乐土。早在8000到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断发纹身的先民们就已在古越大地上创造了无比灿烂的史前文明。从花湖桥文化到良渚文化，形成了一个又一个举世闻名的文化高峰。它们是蒙昧于文明的最初分野，也是后起的夏商周文明的主要构成要素，是古老东方悠久文明的前奏和第一道曙光。
历史的背影刚刚远去，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南宋王朝已经向我们走来。南宋是中国封建经济走向鼎盛的时期，无论在经济、科技还是文化艺术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都市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水平更是大大超越前代，居当时世界的前列。南宋时的杭州人口多达百万，是四方浮奏万物所聚的重灵大都市，市内街渠纵横，茶楼酒肆异常教坊林立，处处笙歌管弦，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此刻作为东南佛国的杭州，数百座寺院，数万僧人在为皇帝祝寿，为百姓祈福。
这新玉的时节，给高宗大寿献上了充满异域风情的歌舞。
高宗忍辱负重，励精图治，终于铸就南宋150年的基业，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中国和世界。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杭州的繁华使北方的金国皇帝为之心动。公元1127年正月，金兵攻入汴京，俘徽钦大臣，使出靖康之难，宋氏被迫南渡。宋徽宗帝舅的儿子康王赵构，史称宋高宗，建立南宋王朝，最后定都杭州。从此，黄河两岸、江淮之间的人民纷纷起兵反抗，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民族战争的巨浪。岳飞就是这时涌现出来的民族英雄。岳飞一生曾4次从军，一直奋战沙场。他率领的岳家军身经百战，收复了健康和中原的大片土地，直抵汴京。Yeah!
秀秀雨歇，抬望炎阳天长啸，壮
这个八五公分高的粗粗粗的人，他们个子这么高，就比较观众眼看着他是三高。杭州为我国著名古都之一，有东海明珠之称，早在900年前就已被宋仁宗皇帝誉为东南第一州。悠久的历史给杭州留下了极为丰盛的名胜古迹，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更是杭州享有人间天堂的美誉。杭州，你给我们留下了多少神奇的故事，美丽的传说。
这个我们快十分钟完事，十分钟了。穿越千年的时光隧道，唱响了一首缠绵千古的爱情颂歌。
他回去给你讲这个故事。今天勤劳智慧的杭州人民以其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人文精神书写了杭州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给我一天还你千年每年数百万游客相聚在宋城体验杭州东方休闲之都生活品质之城的无穷魅力目前杭州正形成西湖观光宋城怀古修博园杭州乐园休闲度假游的主流旅游线路让美丽的西子姑娘们以曼妙的舞姿轻盈的脚步捧出沁人心脾的龙井茶迎接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Thank you.